左转弯，走，每个都向左转，开左转，过来，好，向前走，一，二，一，很好，一，二，一，二，一，第三排，立正，第三排的，向左转，起步，走，右转弯，走，对，过来，后面，后面。 向右转，那大家全部听我的口令啊，统一的讲话对象，小心，立正。向右看齐的时候，你尽量向靠前，好吧？你也是向右看齐，还要向这边，好，好的，向前看，小心，我再屁股再整一下。 向右看齐，向前冲，小心，立正。
公情叙事。好心，多伦多荣光会罗理事长、张了将军，我们中华民国的侨务委员王委员、杨委员，中华总会馆邵主席，还有我们多伦多荣光会的各位先进、各位会员，大家好。好。今天非常的荣幸，和我的同仁，办事处的洪副处长，还有我们中心的李主任、欧阳副主任，一起应邀来参加各位要参加下周勇士节游行这个练习典礼的预教仪式。刚刚看到大家非常整齐的步伐，高昂的士气，我心里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激动。过去三个礼拜大家的练习已经有今天这样子的成果，我希望大家下个礼拜要持续这样子的精神，好，能够再创佳绩。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处境十分的艰难，我们能够在非邦交的国家受邀持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参加这么正式的大型的游行活动，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们多伦多荣光会有这样过去优良的传统，是基于我们中华民国过去参加过世界二战，而各位或者是军人或者是军人的眷属，我们才能够代表这个多伦多的荣光会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游行，才能够让我们加拿大的友人看到我们国家的国旗，肯定我们国家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得的事情，我要向各位致上最高的敬意。今年的情况也非常的特殊，因为一些会务的纷扰，所以呢，今年游行的申请，包括国旗还有旗座的张罗，很多人都费了非常非常多的一番功夫。那在这里呢，我要向这些出过力的人表示感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年能够顺利的参加下个礼拜的游行，大家要非常要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我最后我要除了再向各位致上我最高的敬意之外，我要预祝下个礼拜大家的游行非常的顺利，非常成功，大家拿出我们最高昂的士气，好，看到我们的国旗再次的飞扬。谢谢各位。稍息了，立正。汽车出来，小心。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好棒好棒，太棒了太棒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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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太棒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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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照相？别玩笑，诸位，照相，转过身来，您转过身来。大家要照相，立正。